好，总是今天来到玩具开箱时间。好，这个看应该看得出来，看到这个面具，哎，这个面罩，经典的面罩。它叫什么呢？叫铁血钻石。来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这是二色，这是三色。有血的血，铁血钻石。哦。好，戴个面具，很丑吧？电影院它会隐身，厉害的那个。然后它没有，它没有表情。它的盔甲，好，那再等一下。其实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组装它。是没有表情的，因为它戴上面具。是面具上才有表情。对，然后有底座。它很多什么？它的枪，像这边太短了啦。爪子，它的爪，好，脑袋爪，爪子。我们刚才我的宝宝他讲过，好，没关系，是爪子，不是爪子。爪子是头头，这是还没组装前的。那等一下组装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品哦。这个铁血战士组装完成了。看一下两个爪子，然后一个很厉害的枪在后面。这可能看不清楚，太小了。铁血战士，跟一只恐龙对着对战。还是把他打死。铁血战士攻击恐龙，擦他肚子，砰！